走，兄弟们，这个位置又估计还得报，这地方就这个是最沉的地方。哎，再上一把，又上货了，兄弟们，肚子里强烈的很呀！我的天，在这资源，你看怎么样吧？这资源，今朝好不好？大风扇扇的，再往后点，给他一点。哎呀，资源棒的很呀！往往都是有鱼，没有恐王的时候。三只半的往一点，往往有鱼，啥概念？哎呀，太刺激了！抱不抱吧这一网？哎，哎呦，趁着还这网，我估计得抱。抱了，兄弟们，抱了！三只半的往一点点点，都是大板鲫啊！太刺激了这。走，哎，还是这个位置，看这个位置还能抱不？这个位置一抱了两网了，再打一圈之后再回来，打一圈就回来。哎，一个网搁里边不好打，这里边的鱼太多了，粘不上。哎，看，又抱了这个网。兄弟们，你看全是泡，兄弟们，这冒泡是啥咋回事的？就一定得往上给开锅了一样，这是不是鱼啊？我的天，这一大片正好盖上，倒下船。哎，好好卖，是不是鱼？小点一点啊，小点一点。你看，这全是泡，你看这全是泡，这不是鱼吗？这是啥？定了，再给点劲儿，好像有肚泥了，兄弟们，你看这冒这泡，哎呦喂，天嘞，这资源好得很啊！咱拿三只的网就能打着这大半鲫的爆网，你啥概念啊？啊，这三只半不是三只，三只半的，听着，哎，上。有没有？哟，还有吗？三个大板鲫，你带进来，大爷，来给大爷拿点鱼。每次来，每次得给大爷整点，因为他给他整多了，他也吃不了。每次得给他整点。哎，好，该着我再来。